椒，那边那种头啊，椒，你的脸怎么都是土？大大给你踢脸哦，这样也真帅的哦。嘿嘿，多多你等很久哦，哇，椒椒。来啊，多多行啊！啊，今天天气超级超级好，你看连筋都已经冻没掉。安诺，走啊走啊走啊，叫我去。天气超好，带他们来果园，光合作用之类的哈。啊，这么爽的天气，这要出来晒个太阳啊！我们热死啊！礼拜六嘞啊，哦、啊，假日呢，虽然说以往的假日很忙，但是现在的假日呢？都没有人，所以对三宝来讲是一个非常舒服的。哎呦，我都丢在那个树下，多多找得到吗？哎呦，找得到了呀！大大在干嘛？都会来，都会来，悄悄还我去。啊，那这囡仔给我拍过呀。嗯，多多最近迷上了，干嘛把小黑赶走？他怕小黑会抢他的球啊！大大，你往个踢头啊！哇，大大真的是一个超级不孝子啊！哦，平常呢尿尿在他爸的头脸上，然后偶尔咬个爸爸，攻击他爸的村庄，然后呢，今天呢，他又一直踢土，他朝他爸的脸踢土，因为大大他们其实三宝，只有大大跟九九会，多多不会。就是呢，尿完尿呢，他们会或大完便，大大会跟九九会习惯踢土哦，就是把用土呢把他的尿跟那个大便盖起来。那多多比较少，但是大大有的时候朝爸爸的脸尿完尿以后，就转头过去，然后呢顺便踢土，然后他爸爸还在那边闻那一个尿，然后所以九九的脸呢常常就因为这样就会整脸都是土。你看九九，九九，九哎。九九的那个有啦，他回家，我妈有帮他把脸擦干净了。然后呢，九九，你看他现在有一点点不甘心，因为刚刚他睡到一半呢，等了困尿等了送，然后就被我挖出来散步了。哦，他现在直接趴下来了。还有我妈在那边，然后九九已经找了一个非常舒适的位置，已经贴合了哦。好，那我们就让九九呢。起来，多多给我，给你啊，给我啦，过来。多多很奇怪哦，像有的时候呢，我大部分带他们出来大小便啊，多多一下车就是要先玩球，他就是坚持不尿尿也不大便。然后呢，等到我把球没收了，然后要上车要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多多才会像赶进度一样，赶快找个好地方，赶快尿一尿，赶快大个便，然后再准备离开这样子。这是我们多多的很奇妙的个性。来，走出来外面丢，多多，哦，大大在那边吗？多多嘞。靠呀！我看到，去吧。哦，你是接塞哦？我怎么刚丢出去，他就咬到了？阿九，我跟你来，跟妈妈走来，走来散步来，行，来多球给我，进来啦！啊，北七，你在棒赛哦？啊，大大。那他还抓棒赛哦，多多，来球给我，球嘞，阿九啊，不要出一张嘴啦，给啊，来，好来，去吧，大大居然不去追，九，我们要走了哦，九九，给来慢慢走。觉得那个精神一直都还蛮不错的，啊，脚呢其实也有好一点点的啦，啊，不过就这样子嘛，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子呢，可以很
很自在的在那边奔跑。然后现在呢，就让他这样慢慢的走，享受他狗去吧，享受他的狗声就好了。舅舅已经走到桥边了，跟小黑在打招呼。小黑，现在舅舅的活动范围大概就是机车方圆的大概十公尺吧，那就是舅舅的那个可以活动的范围。啊，林金多呢，把球给我咬进去了，算了。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带他们来果园光合作用跟放个电一下而已。啊，扣起来，林金大爷，对，大大应该跑去找我妈吧？哎，听到这边有声音哦，不是，那是隔壁果园的狗狗，我以为是大大哎，阿大。哦，其实我跟你讲，在乡下这种地方呢，然后呢，你又刚好很幸运的拥有一个自己的小果园，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爽的一件事哦。大家在这里超爽啊、哦！你看，所以我难怪我妈呢，下午大概三点半左右就会跑来果园这边过她的人生。哦，这是在这个地方是她人生最快乐的每天最快乐的时刻。好、哦，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一个地方嘛，齁，都等于是一个小城堡啦。像我好了，我有一阵子呢，很喜欢我的旧厨房。在我新厨房还没盖好之前呢，那一阵子我忘记了，反正有一阵子压力蛮大，所以我每天呢，下班回到家，我都会先去买个菜，然后买一手啤酒，然后就在窝在我家一楼的旧厨房，然后呢，就在那边坐着，然后在那边想菜色，然后喝个啤酒。然后在那边放空发呆，就觉得是一个我每天最舒服最快乐的时刻。那现在时代不一样，然后现在呢因为有小孩了，那我觉得最舒服的时刻呢就是下班回家，然后看到我儿子就是来迎接我的时候，然后呢还有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他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因为他只要一睡着了，就我就可以继续做我的事情了啊，所以现在的每一个时刻好像就都有一个不同的小确幸啊。应该这么讲。那当然时间越来越快齁，然后呢小孩有越来越大。我都已经想好了呢，在小孩再大一点呢，然后差不多我新房子也好了。那新房子好了呢，我有计划，就是我顶楼啊。我房子是三楼半的透天厝。所以乡下都是南部都住透天啊。然后那个之前好像有人问我说透天是什么东西，好，在这边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哦。还有一些香港的朋友可能没有听过透天厝这个名词。透天厝呢，简单讲，就一般如果说是大楼一层一层，那个是公寓嘛。然后呢，我们的透天厝就是像，哎呦，舅舅已经走来这里了呢，是啊。一般我们透天厝是整栋的哦，整栋的房子呢，就是我们自己住哦，就不是像公寓这样一层一层的。好，所以呢，那个我们乡下南部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住一整层的啦。然后我们南部呢买房子呢基本上都是买整层的透天这样子。然后我是住三层半的透天嘛。然后三层半的透天呢就是另外一就是第四楼的前面有一间房间。然后四楼后面呢是一个镂空喔，然后我会把它弄墙围起来，然后呢天花板是不用盖子的，可能阳光啊下雨啊都可以直接下来这样子。然后到时候就会在那边呢用一个充气游泳池啊，小孩也差不多大了，就可以让他们在那边玩水，然后呢也不会春光外泄啦。那我想的最美好的方式是这样，比如说像现在这种这么好的天气，然后呢下午也没事，然后就会让那个小孩在那边玩水啊，我干嘛呢？我也泡在水里面，然后看着小孩在旁边玩水，然后我手上拿着一只冰的 Corona， 哦，爽哦，零星的像那样。啊，林金大，你搞拍过？哈，说好出来光合作用呢？几瓶哦？其实这对瓶数这个我不大了解啦，但是我一层大概是29坪多吧，啊，但是总坪数呢，三层加起来就是不知道什么什么怎么算的，反正都大概快70坪，大概是快70坪左右，所以呢，非常够啦，非常够用啦，哦，就是在
在之后呢，再加一点断舍离进来呢，哦，其实房子的东西不要太多，哦，这样空间会比较大。啊，那我们就是因为现在呢东西越来越多，就有种囤物的感觉，所以现在要刚好要过年了齁，大家应该也是开始准备要大扫除了。啊，对我们来讲也是啊，就是呢大扫除啊，然后稍微再断舍离一下，把一些呢不要的东西用不到的有的没的拿去送人啊，捐出去啊，或者是回收啦，啊，什么之类的，把它整理一下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房子什么时候好？保守估计是他们是说今年四月会交屋啦。那四月交屋，我们装潢还要再进去，保守还要再两个月以上。所以那个设计公司是说保守给我们农历七月前交屋。哎呦，各位，我们阿九哎真的是没败呢哦，跑来黏在我妈旁边，镇守在旁边哦，吼，神兽呢哦，就尊款够大只呀，舅舅。送嘞，透天一层19多哦，那其实也不大嘞吼。其实要看啦，因为我们是在御景啊，御景这个地方呢，基本上就是乡下，乡下的房子跟地会比较大，比较便宜啊。如果说我这个这样子的规格呢，在市区一定要好几千万的，但是我们这个在南部买的话呢，不到一千万，大概800多万就有了。但是800多万是裸房。哦，我还没有加我的那个装潢费进去，装潢费也还没有开始做，所以目前也不知道多少钱。好，哦，所以呢，应该还是会破一千万啦，啊，不过没关系，哦，因为我们信用还不错，所以我们可以贷款。所以呢，剩下就是之后了，就开始呢，除了育儿的人生以外呢，就是还有房屋贷款的人生啊，也不错啊，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嘛。有的人可能一辈子没有买房子啊，有的人呢可能像我就是这是我今年快40岁了，人生呢第一次买房子，然后也算是一个人生难得的体验啦，啊，也不错。那到时候我会把所有的过程哦，就是包括装潢啦，还有就是装修结束的所有的内装呢，都会跟那个就会拍成影片跟大家分享，哦，如果你们到时候有兴趣呢，也是可以来看一下。过年大扫除听我的 podcast 啊，真的不错呢。好，哦，我那一天有测试了一下那个 MrBox 的那个 live 的 podcast， 感觉蛮好玩的。希望呢以后还有时间可以做这样的 live。那最近不是很流行一个什么？Clubhouse 嘛，一个 APP， 然后呢你必须要有邀请码才可以进去，然后我发现上面好像也是可以随时开个房间，然后呢就可以大家可以进来听，而且是 live 的，虽然说它收音是靠手机啦，虽然收音没有像 podcast 那么好，但是呢它蛮及时的，然后呢也可以很轻松的拉人家进来聊天，感觉很棒。那我就是在找时间哦，有时间我再来开一个房间哦。我不知道，因为我那一天有发在我的限动，然后很多人都会问我说怎么加怎么用，然后呢，跟我要邀请码，我就说我没有邀请码，我一个人只有两个邀请码，啊，我一个邀请码给我老婆，一个邀请码给我岳父，所以我已经没有邀请码了。然后呢，多多你回来了。然后就很多人会问我，但是我都会丢网址给他们，然后说是因为其实我也不大熟啦。啊，如果有的人有兴趣呢，真的就是自己上网去 Google， 就 Google 很多啊，很多资料可以去查询。那目前那个什么 Clubhouse 呢，只有iPhone 的系统可以用，安卓手机好像不能下载，不知道可不可以下载，我不知道。所以呢，目前呢，只能看到有用那个苹果手机的朋友可以加入而已。安卓系统的朋友，我不知道他日后会不会开放。好，不过呢，我们就先测试试用看看。啊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啦。啊，对我来讲是好玩而已，我并没有很要求或者是很得失心很重，说一定要这个是一个战场或者是一个什么，因为我发现有很多。很多网红啊，他们都会把这个视为一级战场，就是想要开发一个新的蓝海。那当然，我们就是观望就好了，因为这个真的不，这个只是一个兴趣而已。那未来这边怎么走，那个就是网络的世代嘛，我们就顺流逆流的走就好了。
对，所以呢，如果你们有加入的呢，欢也可以来加我的那个 Clubhouse， 哦，那个我账号跟我的那个 IG 的账号，或者是你直接搜寻零八条就有了，或者是连环炮有芒果，或者是上八条俱乐部，应该都可以找得到我。哦，其实蛮简单的。那、啊、我昨天有测试开了一下，就是我在开车的时候呢，我想说，哎，就打开一个房间，然后开车可以跟大家聊天。后来因为我不大会用，所以呢，它需要设定。然后我说啊，不行，因为我在开车，我没有办法用手机，所以呢，就想说算了，就不要用了，就把它关掉。所以呢，再找时间哦，有空再来开个线上跟大家聊一下。哦，它还蛮快的呢，只要你打开呢，大家都可以一堆人在那边上面聊天。然后呢，就算你没有发话权呢，你还是可以在旁边收听，有点像是 podcast， 或者是呢，你可以默默的走进一个包厢，然后听很多人在那边聊天的一个 app。我是不知道好不好玩啊，因为我个人是蛮有兴趣的。哎呦，多多，你悄悄给我大大笑一下哦。好啦，分大大玩一下嘛。哦哦，多多多多用笑完了，来来来，来。恭喜你，恭喜你抢到了！好好来，来，去吧。然后我们再来回归到我们阿九的身上。阿九的今天呢，依然是选择一个非常阴凉的地方，没有光合作用到。哇，多多，你又抢到了！去吧。阿九，九，你看他的脸已经很干净了。回家，我就跟我妈讲说，大大剃土啊，剃到他整个脸都是土。我妈就用湿毛巾帮他把脸擦干净，所以现在又是像新的娃娃一样。他精神蛮好的啊，九九精神很好，因为有吃饱有睡饱啦哦。就是除了他的活动力比较没那么高以外呢。其实每天都还是笑嘻嘻的，哎呦，那是大大的笑的，莫名其妙，不知不觉变大大抢走了。多多，把球抢回来耶。那九九不管事的，有点像是那种哦，那个家长带着小孩到游乐场，然后家长在旁边看，然后呢，哥哥跟弟弟在抢一个玩具，然后爸爸呢也是在旁边看。完全不想干涉，然后哥哥又很机车哦，玩具不给弟弟玩，啊弟弟又在旁边撸，来个抢抢，哇、哦哦，大大会闪呢，豆豆给给抢回来，他们听到给给给，我舅舅听到给就，大大你把玩具还给弟弟啦。好、啊，喂，大大来，你把球给我。我大大坚持不还呢，啊！哎、欸，爸爸，你嘛插进来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来来。这个时候呢，哎、欸，你把这个，你给爸爸撞倒了。给我，放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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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大放开，很好。去吧。行，走，我们往后走来，走吧，走，走了，走了，来，走吧，走吧，走了，走了，给阿九走回家了，九来，给，走，慢慢走。哎、欸，阿姑，哎呦，哦、你最近较青春、较少年哦，啊，我头毛有一逆哎，哦，啊帅呢，那樱木花道呢哦，然后你昂秀呀，啊，这个是我妈的弟弟，亲弟弟哦，你看超帅的，我阿姑啦，我阿姑很帅啊，他以前是海军陆战队的，所以呢，小时候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全身都是肌肉，现在也是啊，然后呢，也是我妈。兄弟姐妹里面最帅的一个啊，因为原住民嘛，所以他们的那个啊，靠靠靠，浪尾浪尾浪尾啊，掉到水里面了，多啊，我的脚好了，我的脚好了，
靠腰，靠腰，怎么办？多多怎么办？这里有树枝可以捞吗？我妈，我记得我妈有一个在捞果实的那个网子，刚刚丢太大力，都要拉开了。我看一下，我记得这里好像有一只我妈自制的，看哟，这个要问当事人呢。而且这边突然有一只猫咪默默的在看着我。好啦，妈快要帅哥了，怎么办？那个我妈之前有在这边有捞一个，有在这边摘百香果，然后那个网子我不知道丢放去哪了。目前有两颗球在这个水池里面呢。啊啊啊！加！哦，这个够大吧？这个够大吧？来，您等一下，等，借过一下。我要来帮多多捞那一颗网球啊，网球多你在家是有。哎呀，碎啦！等一下，网子啦，大年啦，多多，不是啦，那个网子要先拿开了，去吧。哦，林金多家体力无限的，好了，捞起来了。哦，怎么这么大的网子啊？这个是在捞鱼的吧？我记得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鱼啊，上百条那个无锅鱼，然后中秋节呢，我阿姑都会来这边捞一些无锅鱼，然后晚上烤肉可以烤鱼，新鲜很牢啊！哦，这里面呢都是无锅鱼，然后都是吃土司长大的无锅鱼，肉质也算鲜美啦。哎，你来对？我来不快人。哇塞，我嘛不快人啊！伊在里啊，来，你看你在遐鸟吧？来，多多来，你交给我。好，最后一次了，去吧。你站在里面，应该是在里面而已，刚才在那里走，来找我妈的。欸，我阿姑应该也是来找我妈的啊。但是九九咧，我刚有看到我阿姑有进来，然后阿九会跑去哪？阿九好像被我阿姑抱走了吗？哎呦，九力家啊！我妈在这里啊，还找不到我妈。走了，进来。我妈脸消了，但是我尽量不要靠近，因为她还没有全消哦，她还是有点偶像包袱，所以我们不要靠太近。好，那九九在这边等我，我等一下骑车来接你。来，大大走。哇，好热哦，超热！我现在已经流汗了。走喽，大，呀，我们现在走回去骑车，进来载九九呢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。哎呦，找到了，你也找到了，来，好了，我们没有要玩了，走了，回家了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呢，充分的光合作用到了哈，啊，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一样的。今天就是一个完美的光合作用，你们现在看到影子呢是一个帅哥光合作用完的样子，还是个帅哥哦，老天爷真不公平。好啦，那感谢你们今天的收看啦，我们要回家了啊，顺便呢骑车进去载一下九九，我们就要走了，好啦，拜拜。